然后当然我们台湾其实我们就是一个中国文化，中国文化其实非常的悠久，武术还有东方的很多的元素，这些都是我们可以在国际上面让别人看见我们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特色。因为没有一个国家它的历史比中国文化来得这么的悠久。我们在每一次的创作里面，我们都会思考着什么是我们的血裔，什么是我们的文化，因为这个东西是我们可以去跟国际上面去跟他们匹敌的一件事情，因为这就是我们很重要的一个根。我们每一次出去真的不是只是说我们是一个特技团，不是，其实我们就是代表着台湾出来，